回成都了，然后把果园办好了给金枝了，然后想金枝了，然后就回来了。Nice。听我说话。他们在骂我。你没有在听我说话。我在叹，你说我在叹气，我你说你不喜欢我叹气，他们都在骂我。他们骂你，你所以你叹气的吗？是因为他们骂你？因为的确这个是我。对，我回成都了，然后把果园办好了给金枝了，然后想金枝了，然后就回来了，就来这边了。我觉得他们都给我说你是偷偷回来的。谁说的？我不是偷偷回来的，家人们，我不是偷偷回来的，是吧？你们打一个不是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不允许你跟我再有来往呀。没有，我没有。不是，对吧？我不是偷偷回来的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拿。啊，我都不忍心吃了。不是，我不是偷偷回来的，不是。你们说不是好不好，家人们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帮帮我说不是好吧？如果你是偷偷回来的，其实我刚刚就是在想这个事情。如果你是偷偷回来的，我也希望你回去。不是不是，哎呀，香，这个孩子真的是，他说你手弄了呀，再给你喷点，再给你喷点，你不要去，不要去，因为先我怕你那个创口里边有那个细菌，然后我说洗一下，然后用这个的。金子比城里扔漂亮。我就是放不下金枝，我又回来了呀。可是我不希望你是偷偷的出来的。我不是偷偷跑出来的。他们都说是。他们不是。表弟说是。承包果园已经几年了，刚刚承包没有多久。表弟。大哥。你过来。表弟说，他说。你跟金枝说我偷偷出来的吗？没有。啊？没有哥。啊？哥没有。我那天我问他，我说你不是，你看他们都说不是偷偷跑出来的。对，我不是偷偷跑出来，我就是想金枝的，我就想来看看他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的，打一个对。金枝，谢谢。你在外面坐一下吧，我进去做饭，我去做饭。就在这里坐一下嘛。好吧。在这里坐一下。家人们，真的是我的问题。其实，哎，我是真的要回去一趟，但是我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强烈，我是真的要回去一趟，我回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希望大家能相信我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相信我，我能把家里边这个事儿处理好，处理好了我就立马回来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可不可以？你们要相信我，相信我的打一个相信，好不好？我，对不对？相信我吗？相信我打个相信，我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，处理好了过后我再回来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们不要给金子讲说我偷偷跑回来的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哎，我看见。怎么了，金子啊？好的。金子啊。这个是啥？金子啊，你在那干嘛？金子啊。金子啊。金子啊。哎。你在干嘛？我没事，你去哪？我去哪儿？在那里坐着嘛。不是。你们快去把他拉回来，你不要，他是抓鸡，叫别让他抓，别让他抓，快，别抓，金子。你们不要过来，你们在那边坐着吧。没事，我们来，你们来。不要，金子。不要弄了，走了。别抓啊，金子。不用抓。敢不敢不回去啊？
我不可能就是说跟爸爸妈妈，就是我会回去处理好的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，我会回去处理好这个事儿。他跑都跑不去了，不用说了。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一